对，出来碰到不是蓝队。对，你看，我们全部都空了。这个是那个啥嘛？是什么？这个是宗教局，还有公安。宗教局对，还有公安局，嗯，对，您是知道的是吗？我，您知道吗？您知道吗？给房东打电话了，房东打电话给我们房东，对，房东没说，跟房东说过来搬东西的，就是我们的东西，跟房东没关系，我们住了这个地方。人家公安过来，还有宗教局，我们无权干涉。人家有、是公安局过来吗？对对对，你们有他们的一些就是说那个文件吗？有没有他的具体的文件？他贴的有公告。他们出具了证明了没有？有没有文件？他们搬东西的时候，你们物业上应当保护，他们要用资格搬的。对，有没有？我们这个是应该是无权干涉的。